鉴定155级别就是差不多在这儿，也是一把剑。我操！150的武器，出了逆天的双蓝字，永不磨损加必中，永不磨损加无级别，无级别加减，无级别加精致。第一个520，原身507，原身483，原身511，原身507加敏捷，原身579高伤，但是仍然逃离不了原身的命运。483，光辉之甲加体质，伤害太低，没有双加。sex 6666，逆天的双蓝字，我操，牛逼呀、啊！这他妈太牛逼了，还他妈不如凝滞呢。停线是一把群体凝滞，特效还一把坚固啊。一个逆天的双蓝字的精品原身啊，10个原身送给老板啊。